今晚星期后期会渐转多云有雨，跟住睇下今朝早嘅重点新闻。 有咗專業資格，周圍都揾我哋開工，所以你咪少見咗我哋咯。而家我哋個個都係消防員噶啦。專工專責規定已經實施，即刻跟你嘅工作去註冊啦。你以為招標就有得搞？伊朗反政府示威蔓延，警方話有示威者向警員開槍。 日本傳媒報道，中國提議研究係咪解禁日本東北食品。 競爭事務委員會會全力打擊圍標，維護公平競爭，保障大家嘅權益，舉報圍標。喂，喺你身邊十年，你試過認真睇下我嗎？我就到期啦。我係你揸十年期駕駛執照，今年起有幾十萬人嘅駕駛執照要續領，最方便就係用運輸署寄俾你嘅續領密碼上網申請，有機或者用投遞身都得。 亲自办理就预先上网或者电话预约。我续咗啦，你呢？改咗地址，记得通知运输署。住喺屋企隔篱嘅，我哋叫佢咩啊？邻舍，冇错啦。李太，哎呀，唔好意思啊，迟咗收工，你接行仔啊。唔紧要，系你妈咪托我买嘅厨具嚟噶。 妈咪，我今日去咗个新钱，叫邻舍啊，即系难得大家系邻舍，有时你帮下我，有时我帮下你咁啦。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。多多指教。呢张系我嘅卡片，呢度系我工作嘅地方。透过职业专才教育，入职前我已经学到呢一行嘅知识同技能。毕业后我可以好快投入工作岗位。 工作表现做得到雇主嘅认同，过程嘅专业训练令我哋可以喺各行各业发挥所长。专业知识、实务技能就系你嘅未来。职业专才教育为未来铺路。我系阿德，我系阿德，我系阿德，我都系阿德。我就系清洁龙阿德，我信冇嘢系唔得。香港人做得，玩得，食得，清洁香港咁简单嘅事，点会话唔得啊？ 处理大包垃圾又得，细件垃圾又得，总之抹都得。香港系我哋嘅屋企，人人都可以系有得。边个啊？我系法团通告，通知你嚟紧要请新嘅清洁同保安公司，仲要做外墙维修。你系业主要俾咁多？哦，你唔知咧，因为你冇出席法团会议咯。大厦公用部分。 业主系入责任一齐管理嘅，当法团商议重要事项时，业主应亲身出席同投票，保障自己嘅权益。管理大厦要积极，携手参与齐得益。识得同人分享，世界社会不一样。 可以分享生命，捐血救人系一件好美丽嘅事。捐一次血就可以救翻至少三个人嘅性命。分享生命，捐血救人，你都可以噶。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，奇利啲，唔惊会跣亲，避免要干爽啊。小心啲，啲都唔用就要放翻入刀架啦。做足啲，半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，或者揾人帮手。 安全啲，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啊！跟足步骤，奇利啲，小心啲，做足啲，安全啲，自然开心。香港有个新公园，山清水绿喺屯门稔湾，佢用先进科技焚化污泥嚟发电，减轻对田区嘅压力。佢仲系环保地标，结合教育、消闲、自然生态设施。佢唔单止系一个公园，佢系 T-Park。 园区能源转换社区，转废为能，香港焕然一新。
由2017年5月1号起，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34.5。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所有雇员，无论是用什么形式受聘，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的。残疾雇员有权选择接受评估，按评估的生产能力收取定出的工资。想知多啲，打2717-1771或上劳工处网页睇下啦。个女咁耐都未等到器官移植，希望越嚟越渺茫啦。香港每日都有接近3000个病人急需器官移植以延续生命。对有游行人士不遵守当日前订使用规则，期间导致有人受伤和政府公物损毁表示遗憾。政府早前亦都发稿回应元旦游行，话特首林郑月娥同政府竭力执行一国两制，维护基本法和捍卫法治，话一国两制是一个整全概念，不应该抗拒或者将一国和两制放在对立面。另外，政府强调一地两检有充分的法理基础，预请社会各界能够客观、务实和全面地去理解有关的安排和相关事宜。伊朗反政府示威潮蔓延全国50个城市，有13个示威者死亡。警方说有示威者向警员开枪，一死三伤。国营电视台说有示威者冲击警署和军事基地，被保安部队击退。连日示威有几百人被捕。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，星期日全国多个城市爆发反政府示威。警方说星期一在纳杰法巴德，示威者向警员开枪，造成警员一死三伤，是第一次有警员在近日的反政府示威中死亡。武装的示威者又试图占据警署和军营，但是被保安部队击退。而在连日的示威冲突，最少有13个示威者死亡，几百人被捕。伊朗自上个星期四起爆发近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，当局说没有采取武力镇压，是不想重演2009年因为倡议改革所引起的动乱。亲政府的群众亦都在星期一上街支持政府，反对暴力示威。总统鲁哈尼指责敌人看不过伊朗的成就，煽动民众搞事，表明不会容忍示威者破坏公共财物和秩序，造成社会动荡。总统鲁哈尼星期一再次评论事件，说表面看来是威胁，但要转化为机遇。民众是遇到困难才会上街，他们要求改善的不单止是经济问题，政府应该了解他们其他方面的困难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赞扬伊朗人民勇于争取基本自由，又驳斥以色列介入示威的言论。Iran's President Rouhani's claim that Israel is behind the protests in Iran. It's not only false, it's laughable. 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就发表声明，对伊朗的反政府示威深表关注，促请伊朗政府尊重民众的示威权利以及表达意见的自由。无线电视记者姚嘉欣报道。日本传媒报道，中国提议成立工作小组研究是否放宽对日本东北部食品的入口禁令。2011年3月福岛核事故之后，中国至今禁止进口宫城、福岛等10个都县出产的食品。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，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上个月访问中国，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会谈，向对方提出放宽食品进口限制。当时支树平说中日关系处于改善状态，会在看清楚局势的同时考虑有关建议，还提出成立工作小组。报道说工作小组的具体成立时间未确定，但日方计划接受中方的提议。共同社的分析认为，鉴于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，中日两国都有推动改善关系的想法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计划争取在今年内实现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互访，预料解禁日本食品进口将会是两个人会谈议题之一。无线电视记者蔡丽珠报道。非洲国家夏麦隆一间酒厂发生大火，火警現場火光熊熊，大量的黑煙升到半空。事發在當地星期一早，
起火嘅酒廠位於最大城市杜亞拉。有目擊者話見到酒桶首先起火，由於廠內存放大批嘅藏酒，火勢一發不可收拾。當局動員附近機場嘅海軍消防隊、憲兵隊等協助消防員灌救。附近住宅同埋學校受到大火波及，有木屋嚴重焚毀，居民無家可歸。有人將家具暫時放喺路邊，當局正係調查意外原因。過去三日長假期，本港樓市購買力回流二手市場，全球股市舊年明顯上升，分析相信今年會繼續向好。轉頭翻嚟會有詳細報導。红毛药酒，精选67味道地药材。